各位下午好，大家都醒了吗？需不需要咖啡呢？欢迎各位来到亚利桑那亚美巴参加 IGF 的会议。我们现在呢是这节会议呢探讨非常关键的网络安全与数字信任的问题。我是所罗门卡萨，埃塞俄比亚广播局与所罗门对话技术对话制作人和主持人。我今天呢会是今天的这节会议的主持人。我们的世界正在受到数字安全的威胁。医院、机场等等这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很容易受到袭击。那我们这些场所呢，都在对抗性攻击的范围内，它非常的复杂，它的动机都很复杂。那么我们现在呢，单单在2021年呢，就接受到了为数众多的投诉。
那涉及的涉案的金额超过68亿美元。我们现在呢，是需要在网络安全这方面的加大投入。那网络安全呢，也是在全球的互联网相关的治理问题上面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话题。那么在2021年，由网络攻击引起的这个损失的数据超过6万亿美元。那么在2022年的会议上面，我们也探讨了这样的话题。所以这也体现出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多么的严峻。我们现在呢面临着不实信息，以及不良网不良软件，以及涉及 AI 方面的网络安全问题，这些都是很重大的威胁。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响应，建立信心，建立机制，来加强网络安全领域的信心。ITU 也发布了这个全球的电子垃圾的一个监控机制。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也讲到，展望未来有两方面是这个对未来的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数字安全，一个是数字转型。本次会议我们请到了很多重要的嘉宾，我们会看到有哪些差距，我指的是在全球和区域的背景之下的网络安全方面的问题。我们会分享意见，以此来促成合作和交流的基础，以助力推动2030的目标。我们今天呢，请到了尊贵的专家，他们会跟我们探讨自己的洞见。我也邀请所有在这个电脑前远程参会的人参加。首先，我会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好，大家都到了。前爱沙尼亚总统，全球区块链技术委员会联合主席托马斯·亨德里克 ，Elvis。那么还有日本内务部，还有贝拉谢克斯欧娃，她是俄罗斯联邦数字发展通信和数字大众副部长。另外还有国际电联当选秘书长 Doreen Dobman Martin， 还有埃塞俄比亚电信通讯部主任，北约合作网络卓越中心主任 Mart Norma 博士。Chris Sharrock 先生，微软联合国与国际组织副总裁，远程参会。另外还有 Sabo Mashigone 先生，非洲通信技术联盟主席。在我们开始进行正式探讨之前，我想告知各位，每位嘉宾有 1.5 分钟的发言时间，我会计时，我会
请各位在时间到的时候呢，请停止发言。我们会有一个小旗帜来，来提示各位。另外呢，还对提出问题呢有90秒钟的响应，就是回应问题的时间。好，我就说到这儿，现在探讨开始。So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which here in display.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多利益相关方的一个现场的一个展示。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构建数字信任和安全，在国家与国家以及其他的层面上面，我们该如何来做？在国际信任的框架之下，考虑到地缘政治等等的因素。我们该如何来考虑？好，很高兴作为第一位发言人。我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面临的情况是极具挑战性的。我们在这方面呢，任务非常紧急。我们出现了不同司法管辖区的信任赤字。不仅如此，而且在政府机构之间以及服务提供者也出现了这样的信任赤字。在这个执法者与倡导人权的人士之间也存在这种信任赤字，在用户与其他方面之间也存在。所以当我们谈到在政府之间构建信任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这些其他的层面。所以这需要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合作伙伴关系，所有的公民社会以及其他方面的全面的参与是问题的关键。在这方面呢，联合国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也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来构建这种共识，然后构建一个道路通向相互信任。好，我就说这些，谢谢。Jasmine 先生，谢谢。Solomon， 各位下午好。感谢埃塞俄比亚政府作为东道主把我们聚在这里。谈到构建信任，我想说，没有信任，在数码制品之中，人们就不会选择去使用数码制品。这就是说，社会不能够收获数字化带来的益处。我们今天早上也听到，这会对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造成挑战。数字信任是多种因素的一个结果，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因为您所提的问题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信任的构建，我们应该先从透明度开始谈起。比如说对于国际法的解读，以及国内的立法，以及立法的执行，以及立法的意图、程序，是否能体现出对其他国家利益的关切？另外，对于各个国家的问责制，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有自己可以发挥的作用。好。Philip 先生也是在线参与，请讲。谢谢 Solomon， 感谢各位。我叫 Nick Philip，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IGF 会议。我是
联合国网络空间和数字发展的特使新任的。那么这个话题呢越来越重要，它因为呢有数十亿个设备现在连接在互联网上面，各个组织都是融合在一个云空间当中，而且各个技术呢允许商业以及不同的层面进行去中心化的一个运营方式。我来强调几个构建数字信任和网络安全的要素。第一呢，就是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式。我觉得这个术语本身就很重要。在这个论坛上面，我自己的背景呢是互联网企业家以及技术投资人，所以我自己很认可私营领域以及公民社会扮演的作用。那这样的一个共识需要他们的参与。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认为这个应该是要求所有的国家那么都能够在这个互联网的空间负责任的形式。那么联合国的成员国呢需要加强这样的一个基础。那么我们是这个请求所有的联合国成员能够同意这一点。好的，非常感谢。那么和别的这个发言人者一样，那么我也是非常同意大家的这个意见。那么我也是同意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型。那么在过去的30年中呢，我是不断的在打击网络的犯罪，维护网络安全。那么我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情况威胁在变得更加的复杂，数量在变得越来越多。那么国家之间的信任也非常重要。那么不仅是国家，而且还有这个公民社会，还有私营部门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也是非常重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是要加强这个网络的能力建设。那么这是因为能力建设是所有的这些这个我们的工作的基础，包括像打击互联网的这个犯罪和这个威胁。那么所以呢，我们需要去实现这个互联网的积极的意义。那么也需要我们进行能力的建设，尤其是我们需要去加强在国家层面上的这个能力建设。那么各国家需要有能力来确保他们各自国家的这个互联网的韧性。那么他们需要有这样的能力才能够确保互联网的正常运作。那么我们需要加强这个各个国家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来加强能力建设。所以呢，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强调的是能力的建设。好的，非常感谢。那给索先生有请。感谢各位大使、各位部长、各位嘉宾。那么在网络空间呢，我们也是各个国家的一个共识，一个共同的愿景，包括法国。那么大家对于信任和能力建设呢也讲了很多，包括这个国际法、国际合作。那么我们需要确保互联网能够得到保障，我们需要去确保互联网的安全。那么我们需要确保互联网的互信。那么这是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这样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根本。那么我们各个国家的组织、公民社会所有的平台都需要以负责任的形式来做他们的工作，并且加强合作。那么对于我们法国来说，我们有3个举措。那么大家知道呢，我们包括和新西兰和巴黎，我们都是有这个网络安全的这方面的倡议。好的，谢谢。那么有请大使。我们应该有马克西吧，他应该上线了是吗？有请。好的，我是。那么我觉得呢，大家这个谈到的话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那么我们的确需要加强国际的合作。
才能建立起全球互信的基础。那么此外呢，我们需要这个分享各自的原则，就像这个足球一样，任何的一个国家需要遵守同样的足球的规则，包括公平的竞争。那么所以呢，这就是关于全球互信的一个体育上的例子，或者说是一个比喻。那么我们现在呢，缺少的是共同的规则，我们缺少的是共同的这个未来全球互信发展和安全网络安全的共同的基础。那么我们主要的行为者包括各个国家和全球的这个数字平台，他们对于正确的行为有不同的理解，他们在这个数字环境中的正确行为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那么有些情况下呢，私营机构和企业他们有自己的规则，他们遵循自己的规则。非常明显的是，我们当前的世界，首先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各个国家需要确保互联网的安全和信任。那么古特雷斯，也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之前呢也讲到过这一点，在去年也讲到过这一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加强国际合作。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还是出现一些挑战和紧张的局势，在某些国家的这个合作之间呢，还是有些紧张的局势。那么所以我们需要有建立这样的一个框架，来实现各个国家的共识。那么建立互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是需要建立这个各个国家的主权的尊重以及平等这样的原则。我们需要支持和国际组织的合作。那么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讲到这个合作，使我们通过合作使我们的互联网网域空间更加的安全，更加的互信。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希望大家关注这个网络的规则。那么各个利益相关方如何更好的参与到网络的规则的制定，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规则，那么我们应该在这个网络空间的这个负责任的行为，各个国家的行为的这样的规则转换成具体的行为呢，行动呢。好的，我们知道教科文组织的主要的一个目的呢，是希望能够促进信息的自由流动。那么一点呢，我们是希望通过进行能力建设来实现这一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去搭建相关的一些工具，是我们的这个190多国成员国能够去使用。那么教科文组织呢是建议了使用 AI， 那么 AI 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呢，就是相互的信任以及对于人的尊重、性别平等等等人权方面的关切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会议呢是这个互信的互联网。那么我们在二月份的时候是有这样的一个会议将会举办，那么是关于这个需要把信息变成一个这个公众产品，而并不是一个危害公众利益的这个事物。那么包括互联网上的一些假消息啊，和这个仇恨言论和这个阴谋论，是我们需要打击的。好的，非常感谢 Sherrick， 有请 Sherrick。 那么非常感谢，我感到非常高兴加入大家。那么关于有意义的参与各个利益相关方有意义的参与的这个互联网的行为、互联网的规则的这个制定，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有不同的一些方式进行来这个参与，有很多官方的形式进行参与，我们也进行了很多的一些进展，在过去的几年。那么我们有一个这个互联网犯罪的专门的委员会，那么此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
这个联合国之外的一些这个组织。那么刚才呢，这个法国大使呢也讲到了，有像这个 Paris Call 这样的一个倡议，他讲到了这个 Paris Call 这样的倡议。那么此外呢，不管我们是有什么样的官方的途径进行参与，那么多利相关方这样的一个社群，我们可以参与到相关规则的制定和实施。那么一个很好的例子呢，就是这个牛津流程这样的一个这个工作。那么我们是有100多位的这个律师共同的参与到一个国际法的一般的这个声明，希望能够对我们这个关于相关的这个网络的这个规则进行一个制定。那么此外呢，微软呢和这个捷克共和国就这个互联网的和平也进行了相关的合作，包括互联网的一些基础设施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好的，非常感谢 Sharrock。那么下一位我请 Sharrock 阁下。Thank you very much。好的，非常感谢。大家上午好，下午好，晚上好。那么大家呢都是从全球的不同的地区来参与我们这个会议的，所以我感到非常高兴来到这里。那么欢迎大家来到埃塞俄比亚。那么我是埃塞俄比亚的劳动和技能部部长。那么我们这次的主要的话题呢是关于互信信任，关于数字的信任，以及关于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讲到互信的时候呢，我们应该使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能够参与，尽可能多的参与，来更好的理解相互的一些关切和这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和态度。那么我们知道呢，在技术层面呢是有很多的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但是呢我们觉得我们应该以人为本，更多的去讨论人际之间的关系。那么这种这个信任呢应该是关于和平合作和相互依存。那么以这样的精神呢，我们应该有我们应该从这个教育体系，从学校开始给他们赋权，使所有的这些利益相关方都能够参与到这里来制定相关的规则，使我们实现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来实现我们所期待的目标。我们可以通过新的方法，新的思维来进行多利相关方的参与。那么我们可以从技术的支持，而不是这个保护的措施，我们可以更多的通过积极的措施和技术的这个支持来帮助我们使不同的这个多利相关方来共同的解决我们关切的问题。好的，非常感谢阁下女士。那么我们现在有请Develos。好的，非常感谢 Solomon。 那么我感到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参与今天的会议。那么我觉得呢，我首先希望讨论的是这些规则或者规范是什么。那么规范呢，我们应该是在社群之内进行讨论的一些我们主要相信的一些原则。那么我们所以在全球的范围内呢，我们需要使所有的这个多利相关方能够对于这个互联网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规则，或者说是一个原则。那么下一个问题呢，我们应该如何去制定相关的规范呢？那么我们如何去不断的改进相关的规范呢？是由谁来决定？那么这些规范是如何去进行制定和实施的呢？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呢，我们要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一定的共识。我们需要在政府各个
国家的政府和这个国际组织以及这个司令部门之间呢有这样的一个共识，我们需要有一些有一些这个基本的共识和基本的底线是什么。那么关于人的尊严，那么我们也之前也讨论了这一点，就是关于人的尊严也是一个原则。那么此外呢，在这个规范的实施方面呢，我们应该有一个前后一贯的这样的一个实施的做法。那么我们需要去这个执行国际法，那么如果我们对于这些规范呢有一些这个统一的认识的话，那么就更好实施了。好的，非常感谢，有请呢黑社大使。好的，非常感谢。我们鼓励多立相关方模型在互联网的在数字空间的应用。那么我们也是鼓励这个各个政府和工作组来这个推进相关的工作。那么我们在十一月份在联合国也做了这方面的工作。那么现在呢，我们是要跟踪这项工作，特别是负责的使用 ICT。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那么联合国的这个框架告诉我们，在整个实施和 ICT 的使用过程中，都需要有负责，那么在这方面要需要加强能力培养建设。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型，所有的公营私营学术界技术社群都需要积极的参与进来，参与讨论，来共同应对数字世界所带来的挑战和风险。那么这个项目呢，将会与现有的一些机制进行协调实施。我们需要共同的关注这些项目它的实施过程和框架。陈先生，你想说两句吗？制定一个标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个全球反恐公约这个谈判，现在都已经有近三十年。关于恐怖主义这个定义，这个讨论依然在进行。我从一个英俊青年，成为现在一个上岁数的人，但我依然是很英俊。我的头发也变了颜色。我希望这个讨论能够尽快达成一个全球的反恐公约。在没有一个公认的关于恐怖主义定义，或者是关于恐怖主义这个内容的这么一个定义情况下，我们办的事情，我们要走的路可能就是很长很崎岖，这个车也不是很好开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基本的指导原则，比如说19项国际这个反恐文书，比如说安理会10几个反恐公约，联合国的全球反恐战略，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的指导原则。我们反恐局将会在这方面继续努力。谢谢。Thank you, Mr. Chen. Over to you, Mr. Mashagoni. So what's Africa ICT Alliance's stance and perspective on this matter? 那么现在回到我们的专家组成员，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呢，它的核心就是合作，它包括互相尊重，
让所有的参与者都能够参与进来。让所有人都能够做出贡献。那么在世界杯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活动中，在很多边远地区的国家都能够参与进来，而且他们也能够做出真正的贡献。所以我们应该要从这种经验中学到我们应该要怎样去做，来讨论如何确定规定和规则。那么一个共同的规则毫无疑问是需要被制定出来的，而且我们要有这样一个规则的中心。比如说我们要确保这些规则能够保护人权等等。当我们确定了这样的规则之后呢，我们就能够让更多的社群成员参与进来，让他们也做出贡献。实施呢，它首先需要大家做出承诺，然后我们要找到需要应对哪些问题，然后呢，就是所有的成员都能够参与进来，来应对这些问题。我们有一些网络的同事在线参与的同事想要发言。Thomas 想发言，好的，谢谢。我要简短的说两句。网络规则呢，对于我来说，这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工作要点。有关国家规则，有些国家政府还有一些地区呢，他们并没有独立的这个选举或者是言论自由。那么有关对立相关方模型这一块，我一直都参与这个模型，而且跨大西洋的这些国家也在积极的参与。但是如果在一个社会中没有表达自由的话，那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实现的。所以基本的人权，基本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没有基本的权利的话，就没有办法制定共同的一个规则。那么没有任何的网络安全的组织能够奏效，因为各个国家它所基于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因为某些国家和地区它不遵守一些基本的这些价值观或者是权利，因此在把这个延伸到网络空间，形成这样一个共同的规则也是非常困难的。那我的理解呢，就是网络空间的规则也应该是基于一个自由的、民主的这样的社会的价值观。Solomon 发言，非常感谢。不好意思，我们是有这样一个时间限制的，所以我如果刚才打断你的话，我要抱歉。那么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呢，是有关气候危机的。那么我们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什么样的安全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那么在这个网络这一块，是否可以建立数字中心啊，或者是相关的机制和框架来应对气候危机呢？那么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Yoshida 先生，有请。大家下午好，我很高兴参加这场会议。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威胁。比如说
数据的流量在我的国家来说呢，它受到了疫情的严重的影响。那么到2030年的时候，我们很担忧在这一块是否我们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到2050年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实现这一切。那么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我们需要考量这些事物。另外，有关新的技术，那在数据技术这一块呢，我们还在考虑，就是这些技术该怎样去使用。怎样使用现有的技术，以及如何融入新的技术。所以技术呢，它也可能是造成危机的原因，也有可能是解决方案。因此呢，我们需要在社会中建立大家的共识，来构建一些具有复原力的社会，来构建我们的网络空间。我们的在线的同事 Chuck Silva 女士，那么我们要考虑怎样去使用这些技术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的经济体。那么考虑到 COP27 的会议，那么我们必须要强调，我们要共同合作来改善技术，加强技术交流，各个国家的技术交流，并且加强全球的价值观的交流。另外呢，我们还需要取消贸易壁垒，比如说农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者，特别是在温室气体排放这一块。那么在我们考虑这些危机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农业排除在外。那么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我们需要有新的技术，我们要使用新的数字技术来改善可持续性。在俄罗斯，我们有好几个项目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比如说在农业，我们使用数字创新的技术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而保护环境。那么在全球的这样一个环境中，我们需要有全球的国际的组织来为各个国家创造稳定性。我想提醒 ITU， 也就是国际电联，他们在促进数字技术的发展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谢谢。好的，下一个问题，这应该是对于非洲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因为气候危机呢，在我们应对气候危机的时候，非洲它没有那么多的技术，我们该怎样去应对呢？The mics don't like me. Thank you.Can you hear me? Can't hear you well. Thank you. 好的，我们可以听得到您。哦，不好意思，我们听不到您。您把您的这个话筒调一下吧。It should be witchcraft. Yeah, I think when one speaks of this topic of 当我们谈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有关环境，有关气候。这个话题呢是非常重要的，它需要考量我们的行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是我们的起点。那么从这个起点之后呢，我们就必须要加强
环境的这样一个合作，在非洲我们缺乏这类的技术。那么在应对气候变化危机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有这样一个意识，然后在使用这些技术，使得我们的这个发展方向同国际的发展方向是保持一致的。谢谢。夸亚先生，夸亚阁下，有请。非常感谢。气候安全呢，同食品安全有着紧密的联系。那么，这些技术呢，也在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点。它意味着我们要怎样去使用技术，那么使用新的技术，我们就可以避免出现这些问题。比如说，如果我们在考量环境保护这一块，那么我们会有一些技术的变化和技术的创新。那么在这一块我们采取了一些本地和土著的一些部落进行合作，来保护环境。所以我们划拨了，我们种植了800亿棵树。在过去4年，我们种了2500亿株树，这是由当地的土著人民的知识和土著的居民所支持的。当我们在讨论技术的时候，我们应当不仅仅看高端的技术，还要考虑到本土的人民他们的技术、他们的经验。所以我回答这个问题是说，我们首先要看我们手头有什么。非常感谢 Jelassi 先生，请发言。非常感谢。我相信想要2050年实现碳中立，我们必须要技术，特别是 AI。因为我们知道 AI 能够帮助我们减少5%到10%的温室气体排放，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觉得有3点需要考虑。第一点，政策制定者必须要有意识技术的进步，进步的技术它如何可以利用来应对气候变化。我们要将这些技术纳入到政策当中。第二是通过能力建设，尽管有技术，但如果没有人力的资源，没有能力的话，不能够去部署这些技术是不行的。第三点，开放的科学、开放的数据是至关重要的，帮助我们监控气候变化的政策。最后我想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们通过了开放技术倡议，有数十个国家签字了开放的数据、开放的技术提供给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这一点对我们能力培养是至关重要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知道您在这个领域有大量的工作，很感谢。我相信有很多并行的工作，一方面呢是网络安全，另一方面是气候危机。我们花了数十年来进行辩论，在讨论过程当中呢，这些议题被政治化了，有很多极端的立场。当然这个问题比过去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希望有突破，否则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更严重的后果。前面的发言人也提到了，数字技术的确发挥独特的作用，特别是在监测、减缓、适应方面。坏消息呢是，这些技术可能也会导致
温室气体的排放，所以呢，我们要推进绿色标准，我们要跟进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行监测，同时呢，在监管和政策层面展开合作。我们一方面要监测，我们有78个国家已经对电子垃圾进行监测，并且通过了立法。我们要推出早期预警的体系。联合国呢也划拨了35亿美元，期望在未来5年建立这样的早期预警体系。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国家如何能够建立有意义的可持续的多利益相关方的合作？有什么样的例子有这样可持续的南南合作、南北合作这样的例子？有西达先生先请您发言。非常感谢。我觉得在网络安全方面，它的风险包含很多，我们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首先，我们需要公司部门、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合作。在我们的国家，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也是这样做的。此续呢，我们要持续的发展人力资源。我们推出了相关的活动，比如说日本的网络安全能力建设。在2018年，我们在曼谷召开了会议，我们与世行也展开合作，我们把它称作是数字发展合作伙伴倡议。我们在亚洲和非洲都有这样的合作，这些倡议也获得了世行网络安全基金的支持，也来自英国、美国还有荷兰等其他国家参与。我们没有手头现有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努力。谢谢大家。 Joshman 先生请讲。女士谢谢。建立合作关系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都是需要的。我来自荷兰，它的海平面低于它的海拔低于海平面，所以我们的文化呢就是基于共识的决策，基于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模式做出决定。但是呢，我们有对其他国家而言有可以学到的教训。如果我们想要有效的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在国内的层面，一个良好的开端呢，就是利益相关方他们最有权利的一方邀请其他人发出他们的声音，参与到决策过程当中，并且分享他们的权利。这是作为荷兰，作为在国际的层面。在荷兰呢，我们是高度数字化的国家，这也意味着我们承担更多的责任，意味着我们要听其他人的声音，帮助其他人蛙跳进入到数字时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跟其他国家一起建立了一个全球网络专业知识的一个论坛，建立国际法治的一些最佳的实践分享。非常感谢 Big。 我们都在学习，都在了解。90秒实在是太短暂了。首先我先说一下美国国内，我们有联合网络安全合作，在联邦、州和私营部门都展开合作，
成功的关键呢，就是双向的信息分享，不是说一方单向的信息分享，说你提供给我信息，我把它保密起来。我们要双向的信息分享，这是双方都能够受益。在国际的层面上，大家可能会听到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在 OSCE 美国和欧洲，在网络空间进行能力建设的项目。就我看来，这个项目 ECBM 它是在局势不紧张的时候进行谈判而得出来，就是花了很长时间进行谈判，所以呢它是有一个共识，当局势紧张的时候呢也可以长期的得到大家的遵守。 Obdoma Martin 请发言，非常感谢。我想接着前面的发言人所讲的，我们要实现有意义可持续的合作，它必须基于对话，它必须基于多利相方的参与。像 Chris 前面 所说的，作为社会，作为公民，我们需要新的模型。我们说到了共同创造，这是我们要采用一个全面的整个政府的做法，我们需要国际的机构也发挥作用， ITU 作为有一个重要的国际机构来促进 ICT 的发展，我们要发挥作用。像 Chris 的机构 GFCE 能力发展也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我们还有国际网络安全的指数来分享经验，看到在立法、技术、组织机构上，在能力发展方面还存在哪些欠缺，有哪些不足。谢谢 Thomas 先生，请发言。谢谢，我会非常的简短。我想举三个例子，有非常可持续的合作。最佳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北约网络安全中心，网络安全卓越中心，北约机构成员都参与了，还有欧洲的中立国也参与了，还有澳大利亚、日本和其他国家也参与了。这是一个基于信任，基于尊重共同价值观来建立的，特别是在我国，在2007年发生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之后建立的。第二个例子呢，就是可持续的合作，在我国推出了数字处方，而且跟芬兰还有葡萄牙克罗地亚还有爱尔兰是互操作的。第三个，我们建立了一个网络国安，它是由公民社会参与，还有数字行业，公民社会当中从事数字安全的那些人参与到爱沙尼亚的网络安全工作当中。谢谢，谢谢 Thomas。 Pinto 先生， Pinto 女士， Pinto 先生，我想讲两点。十一年前呢，我是全球第一个网络外交官，它也涉及到外交的政策，所以我们要合作，这是一种不同的外交，它不仅是在国家的层面，我们要征询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第二点呢，就是能力建设，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对我们所有人想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是必不可缺的，但是 它必须是包容性的。 GFC 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样板，有170个国家，还有公民社会、私营部门都参与，
我们跟 ITU 是合作伙伴，跟非盟也是，还有东盟也是。很快我想说一下，我们有一个工作组，还有一个全球的门户网站，都是向全球开放的。在非洲有一个专家网络，我们呢跟非盟展开了一个非洲的网络的专家的网，我们希望在全球南方、全球北方都能够建立这样的合作伙伴关系。谢谢 Norma 多士，您有三分钟的时间，因为第一轮呢你可以做出回应，所以现在把这个时间交给您。非常感谢，我觉得我俄罗斯的同事在第一轮回答的时候，他讲了很多，有关信任的问题。我们上一任的总统他说了，北约我们有关网络的卓越中心所做的工作，我们有38个不同的国家参与了这个卓越中心，是我们的国家呢能够共同的形成一个联盟来应对网络安全问题。因为如果说没有合作或者没有一个秩序的话呢，网络世界将会是非常困难来处理的或者治理的一个环境。那我们有几个原则，第一呢就是要知道你的邻居是谁，第二呢就是要和邻居构建信任。但是呢如果说你不了解你的邻居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构建信任。所以我们需要从以往的经验教训当中呢汲取营养。那这就涉及到各方各面的人员，包括软件撰写人员等等，来一起来构建这个双方以及个人之间的一些信任。在 IGF 以及世界上所有的人聚在一起都需要构建信任。最后呢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乌克兰、爱沙尼亚，我自己的祖国。我们和在数字，我们在数字和这个技术方面呢，和乌克兰一直有着很好的合作，也帮助了爱沙尼亚的电子商务发展。现在呢，我们发展非常快，已建立起了我们自己的电子政府的一个构架，所以这就是相互之间的合作如何能够取得彼此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共同的经济发展。我们不仅仅要应对网络安全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不实信息，还有一些网络犯罪是受一些国家支持的、赞助的。那么有的时候呢这些事件呢既有可能是国家层面的一些操作博弈，也有可能是财务方面的一些目的所导致的。所以而这对我们都形成一些挑战。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也可以尽快的使乌克兰的网络世界重回和平。好，谢谢。谢谢。我们接下来是下一个问题，也就是数字转型如何来改进人的生活，而不是创造出更大的数字鸿沟。那么数字的信任是如何与人的生活以及这个人权还有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在非洲以及非洲之外。好，请讲。我觉得所有有很多的 IP 的丢失都是在网络世界当中的脆弱性所导致的。
我们需要从基础入手，这个基础就是相互的尊重，然后再把它转化成尊重别人的权利。来让他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有一个日语的词，它的意思是良好的帮助。如果你把这个好处给予别人，别人也会反馈给你。我们需要关注社会工程学，在这其中教育以及持续性的意识的提高以及能力建设是非常关键的。这就是我们需要应对的问题，谢谢。谢谢。安全、人权、数码安全，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以人为本。这都是以人为基础的一种信任，而相互之间的共存是很重要的。在网络空间当中，有的时候呢，这个和平看起来是比较遥远的。这就涉及到政策和法律法规，用一种系统性的方式来解决技术、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而不牺牲国家的利益。这样才能获得网络以及数字发展所带来的益处。在这方面呢，当然我们存在一些竞争，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来收获这些竞争所带来的益处。好，谢谢。Dr. Martin， 请讲。在2021年，国际刑警发现这个非洲的 GDP 由于网络犯罪下降了 10%。这是一个事实。网络犯罪随着新的技术的发展正在升级。那么今天早上大家也您也提到，如果没有信任的话，我们所有人都没办法从数字转型当中获益。普遍的信任、有意义的互联网接入以及良好的沟通对于国际链联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相信构建可信任的网络环境以及网络服务需要网络安全，这样才可以保护隐私还有言论自由等重要的权利。这也是我们在工作中和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比如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等，他们工作当中的一个重点。好，谢谢。当谈到网络安全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听到很相似的一些关切。那么其中最多的一个就是人，我们需要更大的投资，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展开。另外呢，还需要对于人才的投资，让大家来了解人权以及这个人权以及技术的重要性。在过去的几年，微软去年投入了过去五年当中投入超过200亿美元来做这项工作。那么这是我们防卫网络犯罪努力以及其他的网络问题安全问题的一部分，这都依靠我们的一些网络专家。
industry globally. 相信呢，在要解决这些问题呢，我可能会在2025年之前呢，创造350万个就业岗位，这就包括这就需要我们各行各业，包括微软来进行通力的合作。今年早些时候呢，微软呢把它的这个网络安全的活动巩固活动推广到了23个国家，拓展到了23个国家。那我们正在积极的支持 GFC 在非洲，我们的在非洲的枢纽，来推动网络安全问题的解决。谢谢。首先呢，我得说，当然，网络的脆弱性、网络安全这些对经济发展都很重要。在其他的会议当中，我们也谈到这些。如果无法处理好的话，会对我们其他的工作产生损害，特别是在非洲。当然，这些问题不解决好的话，会有严重的经济的后果。当然呢，我们也有人权方面的一个工作的议程。还有很多的这个犯罪活动是针对不同的区域的。几年之前，我们和很多的工作公民社会的同事在了解，因为有的这个国家在使用代理服务来压制这些公民社会的活动。那但是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类大家庭当中的一员，我们应该共同的来想办法来解决。我们不能把人权再看成一个孤井式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个整体性的问题。那在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当中呢，我们的技术的优越性也不能成为一个孤井式的分布。传统的技术社群的发展以及这个非洲以及其他地方都应该有这样的工作推展开来。当然网络安全和数字信任的脆弱度对大家都产生影响，它引起人们的人权方面的关切。脆弱群体等等都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所带来的损害。那我们要研究技术是如何在这当中起作用的。在这里我想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了一些研究，在研究这个非洲的30多个国家当中的 AI 的技术发展对其影响。我们研究了与 AI 相关的治理方面的技术，在这个 AI 的技术当中呢，从业人员当中呢，只有不到20%是女性。那我们会致力于投入并且培训900万非洲青年，而且我们还鼓励这个基于 AI 以及其他数字技术的部署。谢谢。非洲的脆弱性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大家如果看关键的这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医院，如果经历了这个网络攻击以及供水系统，我们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备用的方案能够规避这样的攻击？那在很多情况之下，
缺少相互之间的信任是限制我们的活动的，因为我们是需要信任来彼此配合。那有的时候还有知识产权这方面带来的挑战。网络犯罪有这样的能力把让孩子没有食物，给妈妈对育儿造成很大的困难。在非洲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希望我们看到这个构建这样的信任系统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对很多非洲的社群来讲确实是一个生活死的问题。谢谢。谢谢。数字技术和经济的繁荣和人权是息息相关的。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它改变了我父母如何购买这个健康产品，以及我的孩子，以及我妻子的生活。有两种缺乏接入的方式。现在呢，还有30亿人没有接入互联网。国际电信联盟呢，也是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那么，联合国秘书长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来提高互联网的可及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有很多的政府实际上呢，他们故意给他们的公民进行断网。那么，这是我们所谴责的。那么在全球的范围内来说呢，从这个安全的角度来说，那么我们是鼓励各个国家来加强互联网的安全，来建立一个开放的、可靠的、可互操作的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的系统，来提高互联网的信任和可用性。好的，我们现在提最后一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去如何去解决假消息、假新闻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在全球的这个危机的解决这方面，我们如何去更好的来达成一致，包括气候变化和政策的制定。那么诺玛博士，那么在爱沙尼亚呢，我们之前的总统呢也讲到了，我们建立了这个互联网的这个防御联盟，希望加强互联网的网络安全。那么我们是有很多的一些软件的这个开发者共同的去努力来加强互联网的网络安全。那么这方面呢，我们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实践来帮助我们去这个解决这个不实消息的问题，包括像疫苗还有乌克兰战争这方面的一些假消息、不实的信息。我们无法去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呢，我们会我们不能够完全依赖于这个志愿者，我们需要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最为重要的是教育，教育还是教育，我们需要去教育所有的，不光是这个软件的开发者和工程师，而且呢是所有的这些公民都需要得到互联网安全的教育。好的 ，Thomas， 有请。好的，我的各位同事，诺玛博士呢也是讲到了网络安全和这个假消息的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需要去找到网上的这个假新闻、假消息，并且来打假。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的政府呢，所以政府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精力和资源去打击所有的假消息。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是关于并不是关于我们的国家，但是呢是关于别的国家。那么在去年呢，是有这个在德国有一个这个俄罗斯的电视台来宣传关于反疫苗的这个假新闻。
那么他们说如果他们不去打疫苗的话就会被开除。那么在这方面呢实际上呢是有一些关于这个生物战这方面的因素在里面。所以这个假消息呢是有这个生物战这方面的因素所驱动的。那么这是影响到我们的全球公民的这个健康和安全。好的，谢谢 Charles Mann， 有请。那么关于不实信息，那么联合国关于自由表达的特别报告员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么他给我们解释了最为重要的关于假消息的这个战斗工具，就是我们需要去这个建立人权的基本的条件。那么使我们的这个多元化和包容性能够发展。那么首先呢我们需要去考虑多元化，我们需要去提高多元化。那么即便是有多元化的媒体，我们还是可以会看到这个假消息会出现。那么我们需要去进行干预，但是呢我们需要有度我们需要去这个打击假消息，进行教育，公众的教育。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掌握到这个度，包括在社交媒体这方面的干预应该有一个比较合适的度。那么有请 Yoshida。 Yoshida， 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包括在气候变化这方面呢得到正确的信息，所以呢这个有误导性的信息会给公众带来一些误解，那么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包括全球问题解决的进程会受到影响。那么各国政府呢需要去有一个不应该有一个自上而下的一个这个决定，而是应该有一个多利相关方的模型。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政府应该去提供这个有科学依据的有专家支持的正确的信息。那么在这里呢自由表达的权利不应该受到影响。同时呢我们应该有促进整个社会能够有一个共同的这个正确的了解理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应该保护言论的自由。那么这是一个多利相关方的模型，全球多利相关方的模型。同时这个关于媒体的这个媒体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帮助我们打击假消息。好的，非常感谢。有请 Chukova。 那么关于假消息和这个假新闻这方面的问题呢，实际上呢被我们这个国际环境中出现这样的一个趋势，是它被用作一个武器。那么在我们的国家呢，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攻击，这些攻击呢是网络的攻击，包括 DDoS 的攻击和其他类型的网络攻击。那么这些攻击的主要的这个武器呢就是假消息。那么比如说来自俄罗斯的这个来自俄罗斯的这个信息的资源实际上是受到了非常多的80%的这个他们受到的这个信息的攻击，受到了的频率比别的这个渠道的信息所受到的这个频率攻击的频率高了80%。那么所以呢这是我们在今年所看到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如何去打击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信息是非常碎片化的信息，那么很多的一些团体甚至是国家那么都是在积极的参与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假消息的传播和蔓延，那么所以给很多的这个普通的用户造成了困扰。所以我们需要去进行一些监管，
来这个在全球的范围内去进行监管，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大规模的数字化的这个企业和组织来使用他们的这个权利。那么所以我们需要关于这个全球的数字这个平台这方面呢，我们应该去给他们设定一些规范，那么规范这个数字平台的行为，尤其是在联合国的层面进行这样的一个这个共识和规范。比如说像全球数字契约，恐怖主义和这个暴力极端主义分子确实利用这个新冠大流行而且社会的不满呢，大肆散布虚假消息和错误信息。那么我们反恐局呢，把这个网络反恐啊纳入到我们的访问之中，纳入到我们跟会员国对话之中。反恐局呢也跟这个全球这个研究网啊这个合作，提交这个报告，供那个反恐委员会和安理会去参考。我们发现呢，就这会员国啊在这方面存在着能力建设的需要，从政策层面呢、机构层面呢、执行能力方面呢，都要这个需要，而且在尊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方面依然存在差距。反恐委员会不久前通过了一个德里宣言要求呢各个国家在网络反恐方面继续工作，要求我们反恐局继续工作。因此呢在这个议题上我们的工作不能停，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谢谢。Thank you, Your Excellency, Mr. Deppel. 谢谢各位来宾。好的，我们首先呢是关于这个数字的这个知识。那么我们需要去了解我们的能力和技能，是不是足够帮助我们去能够辨识是哪些是假消息。那么我们知道在疫情中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去传播正确的消息，并且去打击那些假消息，尤其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那么我们需要去教育我们的市民如何去分辨。那么所以呢，我们需要给他们提供正确的工具。那么我们需要和这个相关的机构来进行分享相关的信息，加强互联网的技能。所以呢，关于社交媒体的这个平台和企业，我们需要让他们能够起到更好的这个作用。那么我们需要给相关的人士相关的技能和这个工具，来帮助我们辨识这个假消息和假新闻。好的，那是有请。Merci, Salomon. Beaucoup des intervenants.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那么各位嘉宾都讲到了这个假消息的问题。那么关于假消息呢？我是想讲一下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和措施。那么我们在2009年呢是有一个这个推出了一个倡议，希望能够这个倡议是关于信息和网络安全的这个倡议。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希望能够促进这个自由表达的权利。那么在去年九月份呢，我们是在纽约，在这个联合国的大会上是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新的倡议。我们作为一个观察员，推出了关于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信息这方面的倡议。那么第二个倡议呢，是关于这个公众媒体。那么在21年的这个巴黎论坛上，我们推出了这样的一个倡议。那么法国呢是这个希望能够去解决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在这个融资的层面上去给这个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那么这是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希望能够加强这个教育。
帮助我们提供更好的数字化的服务。那么我们是希望能够去分享相关的一些措施，来帮助共同打击假新闻和这个假消息相关的问题。非常感谢。Thanks, Solomon. Well, it won't surprise you that this is another area where I think that. 那么这是另外的一个方面，这方面呢是也是印证了多例相关方模型的正确性。那么所以呢，我们需要去建立一个这个健康的信息的生态系统。那么最近呢，我们在微软是建立了一个新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打击假信息，包括四个 D。我们是使用，首先是发现，我们首先是要去发现并且调查这个相关的这个假消息、假信息。那么我们需要去使用这个透明度来帮助公众去发现假消息。另外一方面呢是去打击这些假消息的网站的资金来源。那么第三个呢是遏制，我们需要去就是通过国际的一些规范的制定和实施来去打击和遏制这个假消息。那么第四个D是防御，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采取一些这个积极的措施来建立一个这个健康信息的生态环境，去教育这个当地的公众、各个国家的公众，包括信息的消费者。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保护并且促进传统媒体，从而来进一步提供更多的具有信赖度的这种新闻。那么非常感谢您提出的这一点，这是非常重要的，谢谢大家的真知灼见。那么最后呢，我请各位专家组成员给我们最后说两句。Thomas 先生，有请。Mr. Thomas, 30 seconds. Thomas 先生，三十秒。You're speaking, we can't hear you. 我们听不到您。I would start by repeating what I said here. 我想强调我所说的，那就是共同的价值和权利，它需要渗透到网络空间中去。我们要遵守大家都遵守的这样一些人权，表达自由、自由选举，这些都是我们的指南。Mubarak.非常感谢。我想强调，那么也就是要重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核心呢，是我们要从我们的技术来出发，我们不能只关注某一个方面的努力，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重要问题中人的因素。我们要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借鉴其他问题解决的方式，并且把关注点放在技术，放在我们的行动上。谢谢。The Plus 先生。Thank you. I think 非常感谢。最后总结，我想说要有数字信任、数字安全，我们必须要有平等的合作伙伴。无论是全球北方还是全球南方，我们都应该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否则如果一方处于弱势就不太好了。我们要确保
大家都是平等的，这样我们才能够实现共赢。我们要关注我们的安全，关注我们的公民。Well, Judah? Thank you. We promote the concept of data free flow with trust. 非常感谢。那么在2019年的 G20 会议中呢，我们也谈及了这一点。那么重点就是信赖，它不是由一个多利益不是由一个利益相关方来确定的，而是由多利益相关方来确定的，必须要采取多利益相关方的这个模式。我们希望就这个话题呢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日本也将会在明年举办 IGF 大会，我们期待着与大家共同探讨这个话题。那么那我们将会讨论各种各样的主题，比如说数字安全、信息安全以及新兴的技术等等这些主题。我们期待着同大家在本场会议以及在日本举办的 IGF 上进行探讨。Чекасова女士，那么今天呢，数字安全的主题是所有人的关注要点之一。俄罗斯呢，也一直都在推广这个话题，特别是在联合国的环境之中。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在全球的国际层面上得到解决。我想提醒大家，那就是 Afrinic 曾经有一个事情，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Afrinic 它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但是在申请作为国际组织的时候呢，它曾经被拒了。那我还想提醒大家注意一点，俄罗斯已经经历了一个全球的数字实验，我们也愿意同其他的国家分享我们的经验。我想借此机会邀请所有人参与俄罗斯和非洲的这样一个互联网探讨，是应该是在明年夏天。ICT 是一个双刃剑，它必须要通过智慧的方式来使用。我希望每个人都要这样看待 ICT 技术。谢谢。Martin 有请。Thank you. So I guess my 非常感谢。我想说呢，的确这个问题很紧迫，我们不能再等待了，我们必须要采取大规模的共同的合作。我们都有一个职责，包括年轻人、女性、政府、私营企业、民间组织、技术社群。那么 Miller 刚才也指出了，就是我们要关注数字素养这一个问题，我们要关注每个人在这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谢谢大家。Gelasi 博士，谢谢。我觉得所有的利益攸关方在保护法治和人权方面都非常重要。UNESCO 有100多个成员国，我们都面临着数字世界带来的风险。那么最近呢，我们针对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了我们的报告，来管理 AI 的框架和数字世界。那么第三点呢，我们就要支持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这样一个治理模式。那么我们要确保技术的使用它是以人为本的。谢谢。
Fick 先生，技术的最为危险的部分呢，就是技术。那么技术问题，他更关注的是人和流程。所以我们首先要关注人，我们要加强能力建设，要促进技术的发展，来采用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式，像 IGI 一样来应对这些问题。Tasa 先生，那么利用官方之间的互相信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只是信赖一个利益攸关方，我们还要相信国际法。第二点呢，就是兼容性、包容性。那么这个也是大家有共识的。兼容并蓄是应该得到保护的，使得用户能够尽可能的发挥这个数字世界的作用。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觉得我们已经达成共识的部分，我们需要得到实施，比如说在国际法、包括人权法以及网络的这些法律，我们要首先执行这些法律。当然了，能力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依赖和仰赖全球的这个多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这是互联网治理会议。我想说互联网治理呢，我们也要有这个内容方面的互联网治理。我觉得如果没有坏的话，我们不应该得到不应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如果某件事情正在奏效的话，那么我们不应该对它采取措施。那么在内容网络内容这一块，我们需要有一个讨论。另外我们也要确保我们是现实的，因为在全球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非常感谢塔萨先生，的确所有的参会人呢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情况。那么互联网呢以及网络空间呢，使得我们能够体验这样一个虚拟的世界，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共识。那么让我们就确定几个行动计划吧，因为互联网上很多行动是跨境的，让我们基于我们的共识，让这些同意的国家都参与进来，来推动这些工作，然后我们就能够在这个网络空间实现和平了。Mesa 先生，非常感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我要讲几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网络空间它成为我们的工作要务，实际上是一个很短暂的事情，我们不能再这么样了。我们要把它看作是一个长期需要得到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取消壁垒，要采用多利相关方模型的模式。然后呢，第三点要加强能力的建设。那么我的组织 GFC， 如果您到 gfc.org 上，你会查看到更多的信息和内容。 Sherrick 先生，非常感谢，很好的讨论。我的理解呢，这就是不管是保护个人还是保护组织，来打击网络犯罪，还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应对信息时代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应该是一个合作的、协作的、全面的这样一个努力。这个工作呢是需要
公营机构、核心机构，还有所有学术界和技术社群，还有民间社会积极的参与进来。谢谢，非常感谢。我们必须要创造一个可及的平台，使得多利相关方都能够参与进来，这将会是一个基础。我们要增强互信，那这个平台呢，将会是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的一个基础。让我们撸起袖子开始干活吧。非常感谢各位专家组成员，感谢大家坦诚不公的谈话，以及感谢你们分享你们的政治拙见，来构建一个更好、更安全、更具信赖度的互联网。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共同的构建一个更加安全和值得信赖的数字世界。感谢所有的参会成员和我们的专家组成员。互联网它是非常特殊的，因为它需要遵守全球都遵守的这些标准和价值观。那么自互联网启动以来，它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呢，互联网也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和挑战。那这是由于世界在不断的变化。互联网是在全球生态系统的中心，要实现成功的数字转型，我们需要创新领导力，我们要有信任，这需要所有的人为此努力。我是非常乐观的，我想所有的政策制定者、专家，我们作为一个人类的大家庭，我们能够共同的去创造一个我们都珍视的数字空间。我想感谢联合国以及 IGF 筹备委员会以及 SIBR 政府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么美好的一个会场，让我们能够去享受美食文化，去了解埃塞俄比亚悠久的文化、灿烂的文化传统。感谢大家的出席，祝大家一切顺利。